夜饭都是在黑牢里面，那所以我想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，哦，团聚在一起，包括我的阿嬷，哦，那这个爸爸妈妈，哦，以及所有的儿孙可以一起，哦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，哦，也是最好的一个过年的礼物。那倒是没有特别安排，特定的活动，哦，最主要是一家人，哦，啊，团聚就是幸福。阿嬷会来高雄？阿嬷会来。姐姐呢？姐姐他们初二回娘家。那初二你要陪太太回娘家？对啊，我也是。